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《百变玩具屋》。本次节目，我们的迷你特工队为我们带来了一款，这是我们的暴力飞车玩具。现在，我们来把我们的这一款暴力飞车，这是我们的暴力飞车，来为大家展示一下。我们的这款暴力飞车有两种颜色，一半颜色是红色，一半颜色是绿色。这是我们的这两款。这是我们的两个头部两种颜色的暴力飞车，梦幻双星。这是我们的暴力飞车，梦幻双星，双子座。现在把我们的梦幻双星收纳起来，把我们的头部鹰头往里面收纳，这是我们的暴力飞车收纳完成。这是我们的这一款暴力飞车，这是我们的晶片。现在推动我们的暴力飞车，瞄准晶片，瞄准晶片，暴力出击，躲进成功。用我们的暴力飞车瞄准晶片，暴力出击，夺晶成功。现在推动我们的晶片，瞄准暴力飞车，召唤我们的分属性暴力飞车，发动梦幻双星。现在推动我们的晶片，用我们的这一款双子座自转晶片，召唤我们的这款暴力飞车，发动必杀技旋风幻影。召唤成功。现在瞄准暴力飞车，瞄准我们的晶片，爆裂出击，用我们的爆裂飞车瞄准晶片，爆裂出击。
瞄准推射，爆裂出击，夺金成功。这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爆裂飞车梦幻双星，我们就为大家分享了它的夺金玩法和召唤玩法，我们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